大家好，我是白航云。这期海贼专题的话题是家族。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何志国六大家族，权力斗争有什么罪？只要坐上至高之位，法由你定，罪也就不是罪了。这些来自帮助大师上位的巫婆，曾煽动了大师的话语，其实就如同明哥在顶上人战所说出的，唯有站在顶点的人才可以改写善恶，唯有胜者才是正义的这一系列话语一般，带有着极大的枭雄气概和历史视野。从这点来说，帮助大师上位的巫婆，也就是原先的魔方果实能力者，有可能就是极为接近消失一百年历史的人物。而从他所变成的人物中，可能就存在着年轻的金狮子来说，他可能就是来自洛克斯，或者是和洛克斯打过交道的人物。然而在这一期海贼专题，我们讨论的主题还不是他，而是从他教唆大师的过程中所说出的，在何处是管乐家的双月、黑炭、雨月、天月、风月这五大何处国大名家族。从上上一代管乐家的将军病重，上一代的将军光月受喜召出生之前，这五家已经开始各自主张下任的将军会是自己的情况，我们其实就可以从侧面看出，何处的将军其实并非一定是要来自光月家族。从这点来说，光月家族应该就是和其他五大家族一起在权力上统治何处国的六大家族。而结合4667海贼专题我们刚讨论的月亮族群胡扯来说，虽然何处国六大家族中只有黑炭家族的姓氏中没有月亮，但由黑炭所代表的意象来说，代表他的月相应该可能就是被挡住光的一轮黑月意象的新月。从大明会议中出现过两次面部近景的大明，在脸型和神情上和索隆极为相似的情况，再结合3217海贼专题我们的胡扯内容来说，这位大明应该就是灵狐大明双月牛丸。关于牛丸和康家都是双月一族，以及他们分别是白虎和灵狐大明的情况来说，双月一族可能才是在合众中势力最大的家族。因为即便对光月一族来说，在一群收复旧里之前，他们所真正统领的领地也可能只有华州都这一块。而基本将是罪人的黑炭家排除雨月、天月和风月这剩下的三个大家族，可能还有瓜分剩下的西美和兔碗这两块区域。而当领地不够，势力分配不均衡时，权力的斗争可能就会继续上演。而合众六大家族在权力斗争中的历史线索，不但可能就是帮助我们找到在现在的合众国剧情中所可能存在的内奸的依据，而且可能也是对消失一百年中和古代王国有关的权力斗争历史的一种影射。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贼专题我们下期再见。